普罗价值，全民政治。My Radio 2012。难做时势，风雨生信心。我哋而家系好艰难，但系呢个艰难系俾我哋重新出发一个最好嘅契机，系嘛？以慈理念，在艰离厉，即系话喺艰难嘅时候，我哋嘅斗志仲系更加强嘅。我哋系坚决反对释法，彰显公义，尤其是未到终审法院，未到最终裁决之前。158条讲清楚的是那个案件到了终审法院要做终审裁决之前，如果这个案件是跟中央那个权力有关的，是吧，跟国防外交有关的，非关香港内政的，那个终审裁决会影响到这样东西的，那就要由终审法院提请人大释法。麻烦看看158条，不要在乱噏啦，大佬，是吧，叫个一国两制变一国一制都得的，是吧，叫个解放军落街拉人都得的。洗啲人民抬头，星期一四晚十点至十一点半，毓民踩场，主持黄毓民、陈伟业、任亮宪、梁锦祥，准时同大家见面。普罗政治学院全力支持。继续青筋暴现，不平则鸣，只因心系香港。身体力行，隔空发功。黄毓民频道现在同你剖析政治。又到咗有黄毓民嘅毓民频道。今日礼拜四就冇马草嚟。就有咗个梁锦祥坐喺我隔篱，咁啊，任亮宪先生今日 send 咗个短信俾我，话佢要即系唔做呢个节目，仲要即刻生效。咁而家我宣布佢即刻生效啦，佢公务繁忙。咁我都多谢佢过去一段时间啦，令到呢个节目生息不少啊。咁就毓民踩场，从此没有任亮宪先生。咁啊，希望。即係大家各位網友啊，特別嗰啲 fans 繼續支持我哋啊，繼續聽我哋嘅節目。咁啊，講完啦 ，OK。咁啊，講下你啦，嗱，就今朝見到你喎又。我係由朝到晚都咁好味嗰一四啊，早朝天下就即係我八點鐘就做到十點。咁啊，八點鐘做節目，我要六點鐘起身，因為我住喺九龍 ，OK。咁就嗱，我哋呢啲咁嘅老嘢呢，即係已經係即係叫做以順之年，年過以順之年，即係已經係登陸㗎、即係差唔多一年，即係超過60歲嘅人啊，我哋都一樣係咁樣捱㗎喎，大佬。即係呢個唔係捱，當然我好有興趣做啦，尤其是拍住即係即係啲好似阿台長啊，即係或者啲新秀後起之，你冇玩我，後起之秀野獸個獸嗰啲黃楊達啊，咁哇，咁我又好 high 噶嘛，你明唔明啊？咁即係有啲挑戰性啊嘛，係咁我哋又做得好過癮嘅，即係有時做節目咧，即係我哋呢個節目My Radio 咧，台長咧就係創辦人，我哋當初草創階段仲要借人哋嘅地方，係咪？就一部 server 啊，整部咁嘅烂鬼摄影机，唔系好似呢部咁正添啊，仲要系嘛，仲系一个网友，即系老友记，即系免费，即系阿赌咧，我都好多谢佢嘅吓。到今时今日为止，虽然佢即系因为社民连嘅问题，咁同我哋嘅关系即系相对比较疏离啲啦吓。咁但系当初都系因为佢一个提议，个郁文不如拍咗摆喺 YouTube， 佢仲要做埋俾你添啊，做埋。即系呢个呢，即系我又真系好多谢佢嘅。咁由嗰阵时开始，即系个草创阶段，系嘛？当初我哋即系亦都冇个 chat room 添啊，系嘛？搞下搞下，咁啊越嚟越多人。唔系嗰阵时系边个？系沙姆啊，沙姆冇 chat room， 冇录音室，乜春都冇，咁家产就真靠支咪得一个人喺度吹。咁啊台长咧就。关人隐事四个大字，因为佢系主，佢唔系佢系主持，佢即系插科打诨。咁但系当然亦都要有佢先得啦，系咪？咁啊两条友咧就咁样撑下撑下咧，就撑咗一段都颇长嘅时间啊。咁嗰阵时咧，我哋就有少少嗰啲居马费，就即系俾啲啊负责推咪啊帮下手嘅人系嘛。咁嗰啲钱咧就系老萧出一半，我出一半就咁啦。咁啊搞咗年几两年，
到最后后尾老萧呢就将个人望扩大咗之后搞到今时今日呢个咁嘅局面。咁老萧呢几年呢都揞咗好多钱出嚟，然后先有个咁嘅平台。係咪呢个平台有一段相当长嘅时间，由07年、08年到08年嘅立法会选举到09年。都系即基本上系社民连嘅即官方喉舌，系嘛？特别有我哋喺度做节目添，咁长毛又有节目，咁啊搞搞下咧就社民连分裂，系嘛？有人去 ICC 怼我，不过个 ICC 今日整咗封信俾我，话有人投诉你，不过经过我哋调查之后咧，就呢个案件就不成立，所以就向你致歉，咁啊对你引起嘅不便啊，咁之类啦，系嘛？咁又系你嗰啲自己所谓党友搞出嚟，系嘛？咁啊到最后咧就亦都有人咧。大骂人网系嘛，咁啊跟住同人网啊断绝关系，人网咧就结果而家就支持人民力量。咁我呢个系最近睇到苹果访问老萧讲嘅，啊即系唔知有几成系真嘅，即系咁。但系人网同人民力量几乎啲人都分唔开嘅啦，而家系嘛。咁但系其实有个背景，有个过程嘅。做网台嘅老屎忽咧就坐喺我隔篱，就叫做梁锦祥系嘛。即系喺呢个 My Radio 之前咧已经有个人民台嘅啦，系嘛。咁啊嗰阵时都搞咗一段时间，有个节目咧。即係佢啦，黃岸然啦，加呢個梁國雄啦，咁雖然又係做下停下，做下停下，都冇乜 discipline 嘅，但係嗰個節目都幾好聽嘅，幾把聲插埋，咁又間唔中有一兩句粗口，咁搞搞下咧，嗰個台就又接埋啦，咁然後就有呢個人網，咁到今時今日為止，呢個網台節目多，同埋嗰個即係聽眾多咧，唔好講影響力先啦，即系都香港揾唔到另外一个网上电台可以同人网系即系比较，无出其右啊，无出其右噶啦，呢、這个已经系而且多元化，跟住卷入政治，任间乜都嚟系嘛，屌你呢个老萧直嘅赤膊上阵系嘛，即系去到一个咁嘅境地，喂，仲有啊，今年年宵人网加人民力量系筹咗80万，点解冇人提嘅？誒屌啲人點會提你？鳩你咩？我哋自己提咪得咯，咁多人聽啊嘛嘛，啊數埋任佢哋數嗱。舊年咧，人網仲有個肉蒲團賣下嗰啲鹹嘢咧，反而冇籌到咁多錢喎。咁我哋舊年咧就冇人民力量喎。屌你，我哋嘅普羅政作學院啊，我攞咗千幾本書出嚟嗨友，我就賣咗17万喎，賣書都算係一個紀錄嚟，唔係講笑喎，真係。今年老蕭賣書，我諗佢都賣咗20皮喎。即係有可能，我唔知佢埋單計數有幾多喎。咁兩個即係佢兩個檔口，我哋一個檔口加埋係80万啊！我哋自己淨係我哋埋單，人民力量20几皮。我而家就認為我唔止20几皮，咁間你前面人網都鬧咗好多錢嘅，你知唔知啊？係咪嚟？哎，咁咪我支持你咁喺前面入撚咗錢，唔加產。屌你！即係喂，後邊嗰啲先係我嘅，咁冇理由我攞個箱同阿愛明講，愛明行開呢個箱我嘅咁擺喺度，即係我哋又唔會咁樣計嘅，係咪？咁加上咧，你知啦，我哋呢個即係冇阿蕭生嘅支持，係咪？我哋又即係啊！唔可能有今時今日咁樣即係啊做節目做到咁過癮係嘛，所以我都覺得冇乜所謂係嘛。咁但係事實上咧就係互相輝映，相得益彰。呢、這個就係、是、喂真係冇乜人講㗎嘛，係咪？屌你嗰個又籌咗8万啊，民主黨唔知有5鸡啊，公民黨話有12万啊，屌你真係零頭幾乎多過你啊。不過我哋真係好低調，你知唔知啊？費事俾人妒忌係嘛？屌你又费事俾人笑啊！你咁撚穷喺度黑都黑到80万嘅年宵，系咪？嗱呢个都仲系一个纪录啊！嗱我而家咧就真系唔好意思，我本嚟呢个节目啊戒咗粗口嘅，咁就因为早朝天下咧，你冇计。屌你撞到呢个黄杨达咧，啊呢、這个魔鬼嚟嘅呢个。喂你唔讲，咪好撚笨柒，系咪？咁啊局讲下咧，而家又上咗瘾啦，即系唔好意思，嗱我尽量会喺我呢个节目咧净化，就唔讲粗口。但系咧啲人原来咧就好中意听我间唔中一两句嘅喎，多就唔好啦。好似老萧咁啊唔掂啦，老萧呢轮又 short 咗啊，系咪？粗口烂舌喎又，即系呢几条友，喂大佬。你两个节目最多人听嘅咁差多粗口咁点得咧？系咪？系咪越讲得多越多人听咧？嗱，即系黄杨达写咗一篇好长嘅嘢咧，就去解释解释呢样嘢。其实佢唔系解释，佢闹你啲人嘅。唔系嗰篇系论文嚟，嗰篇系论文嚟噶。佢闹你啲人嘅，即系佢为佢，即系佢都算绝噶。即系如果即系为讲粗口而去解释呢篇，都算大文章嚟噶。
系嘛？即系死都俾佢咬翻生，可以咁样。唔系嗰篇系学术精品嚟。系学术，到最后嘅结论就系、是、听啊听啊，唔听啊捻走啦你。即系咁样啊，变咗你明唔明啊？即系佢呢句未讲出嚟啫。呢句咧就系我睇完佢成篇嘢嗰个结论，个结论，个结论，个注脚到最后就听就听，唔听啊捻走，冇讲咁多嘢。啊，就系咁啦。呢个就黄杨达啦，系嘛？咁所以即系各有特色啦。其实网台咧，我觉得又即系你太多嘅规范，亦都不必嘢。咁你即系总之自己执生。譬如如果你嘅节目想个即系好广。泛受到好多人嘅乜嘢咧？咁事实上系啦，你流入个家庭咧，啲人想一家大细路听嘅话咧、嗯，听到你咁样粗口烂舌，佢就真系焗色嘅喎。你明唔明啊？即系一啲好危善嘅物嚟。如果你同嗰啲细路咧系超过十岁嗰啲，屌你俾佢听，叫我冇乜所谓嘅，照计系嘛？你个仔零战半又唔计晒十岁嘅，翻学就屌人噶啦。你明唔明？喺你面呢个玉敏讲，呢个玉敏喺你面前讲啫，系咪？咁你啊，你俾玉敏教坏咁。所以呢啲咧，即系嗱，我话俾你，教仔嗰啲人咧就唔好赖我。系嘛，即系唔好赖我，系嘛？呢个好老实啊。咁我哋言归正传啦。咁呢个节目咧，其实做咗好长嘅时间嘅，亦都到即系我觉得嗱，我哋慢慢又可能要执下佢啦。咁我哋有个风水佬，屌啊，成日度埋啲桥就叫我哋啊，呢、這个要执下，嗰、那个执下，嗰、那个叫陈伟业啊。今日佢又俾啲建议我啦，不如咁啦，一四咧就嗱你即系就加多个环节啊。啊，老萧讲孔子，不如你讲孟子五分钟啦。咁啊，好多桥、啊，跟住啊，不如又讲历史讲十分钟啦、啊。咁跟住啊，二三四，我哋而家度一度就做第啲啊分区嘅节目啦。咁嗱，佢而家喺度度紧啦，又做风水佬啊，系咪？嗱，即系而家我喺度正告陈伟业先生，你要做风水佬就二三四嗰三日你都做，系嘛？唔好净系做风水佬，咁啊得啦。如果唔系，你就唔好搞搞震。嗱，我咧就其实今日都好辛苦嘅。我今朝早做完早朝咧，就翻去开嗰个财政司长同埋嗰个财经事务局局长嗰个简报会，讲呢、這个喺财委会简报会，即系年年都系噶啦。一讲完个财政预算案之后咧，跟住第二日就财委会就有一个两个钟头嘅会，咁就俾嗰两条谋利咧就喺度噏下个财政预算案，简单咁介绍一下，即之前已经噏过噶啦。咁就噏一啲数据啊，咁噏一大类，即系噏十零分钟嘅啫。其实咁剩嗰啲时间就俾呢啲议员问问题嘅。咁我遲咗少少去嘅，撳鐘撳前咗一排第二十，唔知23個。咁但係我係約咗12:30去睇醫生，因為今朝我做咗節目，隻眼係完全係痛到咧，即係係咁喺度死頂嘅啊！咁而家隻眼都紅曬㗎啦。咁今日去睇醫生，個角膜咧就損得好緊要，個地方個範圍咧仲比上次闊咗嘅。唔係啊，要問呢度，我不得不插一句啦。其實咧呢啲類似視網膜嘅損傷你要即刻睇，你唔好死頂。我即刻睇，咁唔係你即係我諗。除非好特別嘅，我今日咪就去睇下林順潮醫生咯，係、咪？跟住俾佢照完之後，佢俾翻張片我睇，嗱你睇啊，嗱呢度又多咗個多過上次啦，咁係好多原因嘅，嗱你唔夠瞓啊，九啊幾樣啦，總之係咪壓力又大啦，又俾人喊打喊殺啦，係咪先係嘛？九啊幾樣又俾一個講英文嚟鬧我啦，係咪？呢個叫黃成子，唔知講乜柒，我孫講得好過佢原來，我嗰日我同我孫喺架車度。嗰晚年27，咁啊去维园，咁啊去维园之前咧喺屋企食饭咧，咁我有两本书咧，就有个朋友送俾我，嗰两本书咧就打开有啲屋仔，即系有嘅，即打开就变立体嘅，然后可以拼啲嘢嘅。pop up 系啦系啊 ，pop up 系啱啦。咁我喺度玩到兴高采烈，咁啊本嚟就谂住拎翻屋企俾佢继续玩嘅，咁拎去佢屋企，咁啊冇拎到，摆低两本书，跟住去完年宵之后要走啦，翻即系车佢翻屋企啦，翻佢屋企啦，跟住佢话。喂，我要翻去攞书、哦，咁佢同个工人讲，一个工人奔妹嚟嘅，唔识讲呢个就唔喺香港，即系好耐啱啱嚟嘅奔妹，就同个工人讲 ，I have to go to my grandpa's home to take the book。Complete sentence， 屌你四岁啊，哇喂，劲啊，你劲过王成之啊，不过佢唔知我讲乜。嗱，即系嗱，成句系咁样，佢未必系全文法啱晒，但都好清楚、哦。佢识唔识讲人民力量英文，佢有啊，佢嗰日人民力量遍地开花啊！不过系有讲人民力量嘅 people power， 四岁几啫 ？OK， 一个 complete sentence 有主词、述词、受词啊，仲有 phrase 啊 ，complete sentence 一个僆仔四岁啫，你老尾咁家产做立法会员，我会死啦，真系。有冇睇嗰段片啊？跟住要逼人哋 I K 簿删咗段片嘛？即系然后向呢个 YouTube 投诉，哇！呢、這个贱人贱到嗱，其实呢个故事话俾大家听，嗰啲想玩我嘅人咧，你谂清楚，玩我就濑嘢噶。
你玩玩下就会濑嘢噶啦，你明唔明啊？你玩到兴高采烈，你就会濑嘢噶啦。阿吴家产生安白做，居高临下，睇得更清楚。俾我哋踢爆佢，冇喺现场，佢喺二楼啊。佢系啊，我喺二楼啊，仲清楚。阿吴家产个二楼望唔到门口嘅，屌你老，真系！你话呢啲咁嘅贱人就喺民主党系嘛？咁你话贱到咁，我哋就扶服何言咧？屌呢轮就俾阿吴家产就到只眼又有事。上次我只眼有事咧，又系俾人就嘅，长毛条僆。系嘛？咒我盲咁啊，俾佢咒到啊！唔加真，你只眼争啲盲喎。啊，呢镬又俾啲扑街又咒，你明唔明啊？咒到呢只眼又有事，系嘛？咁其实咧，主要原因就系、是、都系太劳碌啦，太劳碌啦，做到扑街。咁今朝到而家系咪？嗱，你谂下七点，即系八点钟到而家，咁呢度做完就已经十二点噶啦喎，差唔多，系嘛？即系证明我哋仲点啊？都要咩嘅？都争取休息时间啦。因为我其实我都讲好多次噶啦。因为今年即系农历年咧，我第一次见郁文啊，咁就即系有少少残啦。咁其实就唔系少少残，系好卵残。你嗰日唔系咁讲喎，你而家系对住个对镜，我梗系唔可以讲。真系大镬！我而家嗱，你而家认真啲望下我咧，佢眼撑唔开嘅，睇唔睇？眼一线嘅。你呢、這个呢、這个镜头一个 close 一眼睇睇，喐咩眼？一线嘅、啊，真系。喂，但系即系冇办法，而家真系即系谂退休都啱嘅。屌、你真系唔好玩啊！唔间啲后生又唔肯玩，系嘛？屌后生啊疏懒，屌咧老人家喺度撑，屌咁有乜好撑咧？你话俾我听，系嘛？即系都冇乜意思噶啦，系即系。不过即系勉力为之，吓、你又改变唔到个世界嘅，你一个混族，屌你即系而家我一入吞立法会咧，唔加产我就血压上升噶咯，见到嗰班咁嘅人，嗰班西人咧，你建制派固然系西人啦，嗰班民主派更加西人。你明唔明？你而家连公民党咧，我都睇佢唔顺眼嘅，因为你公民党开咗口话同我割席之后咧，佢唔好意思埋嚟同我讲嘢。你明唔明？屌你乜？你话同我割席噶啦，行埋嚟同我讲嘢咁，跟我讲句，你咪同我割席咁啊？佢咪拥抱你啊？拥抱我，兜春袋踢佢啊！屌你拥抱我，你真系啱唔啱啊？你真系喂，即系你话得同我割席，你埋嚟同我讲嘢，屌你知唔知丑噶你系咪？仲有你睇下呢班人。个财政预算案出咗之后，系咁喺度，唉、你冇照顾啲 N 无人士，你老母你哋嗰啲建议全部都冇照顾 N 无人士嘅、哦，你真系，喂，我哋话派钱，你话反对派钱嘅、哦，你一搞到财政司长振振有词，喂，个个都反对派钱噶啦，系得你人民力量话赞成派钱嘅啫嘛，咁我经过深思熟虑，大家共同嘅共识嚟噶啦，唔派钱系咁样、哦，所以你而家唔派钱，就系、是、因为民主党、公民党成功争取啊嘛。我应该同佢出个街嘅，即系呢个。屌你，民主党、公民党成功争取唔派钱啊嘛，你就揾佢算账啦。如果你中意派钱嗰啲，喂，旧年派咗，今年派咗几好啊？啲六千蚊，而家有啲仲未使完啊！啲阿伯话俾我听、我而家谂下咧，我今朝喺皇上嘅节目讲，屌你妈揾，如果有本事揾到三千个老人家唔加产，个个话我就死噶啦，俾六千蚊我啦，俾八千蚊我啦，咁去游行咁，都几系嘢噶。我而家谂下，又唔好即系等啲老人家咁辛苦，不如我屌你搵人 sponsor， 有冇人帮手啊？嗱 ，sponsor 翻100架旅游车，咁间就车晒啲老人家就去集会，唔好叫佢行，系嘛？咁啊，然后集完会之后又俾餐饭佢食添，仲要，屌你有冇人肯 sponsor 啊？加加埋埋十零皮到啦，系咪？冇加埋蛇仔饼种啊，系，系嘛？唔系真系噶，啲老人家你即系我哋要善待啲长者，搵架旅游车。而家民建联都系咁做，不过车佢投票啫嘛。佢去完旅行车佢投票，我唔系、哦，我系车佢食饭，食完饭叫佢去集会，跟住要求攞8000蚊啫。呢个唔涉及选举嘅。我唔涉及选举啊，系咪？几好啊，系嘛？实际嘅、哦，照计。咁我同阿大舅商量，嗱，不如你新西嗰度揾几百，我呢度揾几百，我四个地区办事处郁文长者之后会加埋过千人，咁我话俾佢听有饭食，有旅游车，咁断估都。打个三折啦，我有300，咁佢嗰度有300-400，加埋600-700都几系嘢嘅，系嘛？即系我唔想佢行啊 ，touch wood 行下瞓低两个咁，入嚟冇得系啊，咁啊宁愿搵一个地方集会，然后挂嗰啲牌，系嘛？我都行将就木啦，财爷咧可怜下个老人家咧，俾8000蚊我啦，回水啦，咁家产系嘛？我做咗几廿年喺香港有贡献，你俾翻8000蚊我啦，你老尾咁样啲、啊、标语，咁你几 touching 啊呢啲系嘛？喂，谂得过喎，真系，但系前提有人肯 sponsor 先得。条车咧就100架旅游车最少，咁啊要食饭就1000人食饭，一个当5条好啦，人头计系嘛？
咁嗰度就五皮，系嘛？再加旅游车，咁十皮应该找到数，系嘛？咁啊可以做场大龙凤，系嘛？逼佢攞咩派钱？唔系事实上你应该派嘅，即系唔系一定讲啊头先嗰种咁，即系咁人派。咁你呢啲老人家啊，或者所谓嗰啲三无人士都应该。嗱，你而家成个财政预算案咧，对老人家咧，嗱，你而家讲紧银行几百亿出嚟，所谓派糖咧，冇乜份噶。嗱，有嗰啲做开嗰啲系即系继续做咁解嘅啫。嗱，我哋一直以来最关注嘅咧就系第一嗰啲老人家轮候政府资助嘅安老院同埋护养院嘅宿位，要排好耐，仲有排排下死嘅，一年加埋死4000几，系咪？即系等于我早几年同阿财爷讲，我话咧嗱，如果你咁怕唔间争揞钱出嚟帮啲老人家咧。或者即系老人口老化对政府个财政系构成一个好沉重嘅负担咧，有一个办法，法例规定65岁必须自杀。嗯，65岁死鸠晒啦，仲有咩老人福利啫？系咪？咁政府咪悭翻几百亿一年啦？屌咧，系咪？可以咁噶嘛？系咪？喂，大佬，你而家讲紧嘅，你睇翻嗰个财政预算案，又减税啦，又免差饷啦，系咪？又代交2个月。公屋租金啦，又综援出商粮啦，系咪？咁啊，老人家都有份啊，因为佢有攞生果金，咁俾多1000蚊啫，俾多1000蚊咁大把啫，系嘛？咁其他嗰啲咧，做咗啲咩嘢咧？整下嗰啲中心啊，啊，即系嗱，长者增加咧就喺增设院舍照顾补助金，嗰啲院舍照顾补助金叫做。又为长者增加共超过1000个资助安老院宿位同埋社区服务名额。嗱，呢个咧就喺度玩数字游戏，佢唔系增加1000个宿位，系1000个安老院及照顾社区照顾服务名额。咁我就要问佢，究竟你呢1000系嗰个社区服务照顾名额占900，占900啊？宿位我知道3年加500嘅，唔间，就系1年就死4700，咁你同我计啦嗰条数。即系你屋企有老人家，即系叫佢等死啫嘛，系嘛？仲有叫你药物名册，即系取消佢，你又唔做。咁而家你就我杀马利亚基金嗰度，我俾咗100亿喎。咁你100亿点样用啊？100亿系咪可以话嗰啲有绝症嘅人，你俾啲标靶药佢用啊？系咪？唔系啊嘛，因为系嘛？你系摆个基金咯，基金你嗰个系，唔系话我今年用晒呢100亿啊嘛？又喺度玩呢啲数字游戏。喂，你而家成个财政预算案就个个都拍手掌噶啦，中产阶级就因为包括嗰啲政党，哎呀，我哋成功为中产阶级争取到好多嘢啦，嗱，你提高免税额啦，讲咗好耐啦，咁啊接受我哋新民党嘅建议，民建联话接受我哋民建联嘅建议，自由党政府就支持，我哋接受我哋自由党嘅建议，任家产全部接受你啲建议，做咩咧？系咪？连公民党嘅汤家华都话佢哋有10项建议，政府接合咗7项，咁你仲嘈咩咧？你梁家杰喺度咁捻好笑嘅呢班人，系咪？个个都成功争取嘅、哦，为啲中产阶级争取到嗱减税啦，唔系呢个退税啦，呢个提高呢个免税额啦，系嘛？喂，中小企业啊，自由党嗰啲，好多谢啊！我哋一直以来希望啊帮啲中小企业嘅，而家今次财政预算案，你就接受我哋自由党建议，又关自由党事嘅，全部关佢哋事嘅，屌你样样都关佢哋事嘅。跟住啲民主派又话好多建议佢接受，不过你冇照顾啲 M 人士，我哋唔满意咁。啲 N 无人士冇照顾就皆因你民主党、公民党第一反对派战。第二咧就系、是、你提嗰啲建议全部都冇照顾 N 无人士嘅。嗱，你抄翻啫，抄翻佢哋啲建议啊。嗱，我哋有份建议咁厚嘅，摆上网啊，交俾财爷嘅。当然我哋嗰份建议就系好多长远嘅嘢嘅，咁佢一定系唔做噶嘛。我哋例行公事啊，叫起多啲公屋啦，搞全民退休保障啦，好多嘢嘅、啊，系咪？15年免费教育，我唔吉亲，年年都系讲呢啲嘢嘅，我哋系咪？佢睬你都有味、啊。系嘛？咁呢啲系咪长远嘅？长远嘅嘢冇做，你咪派钱咯。所以我旧年年底就见阿曾胡叔仔嘅时候，我话嗱，财爷嗰日咧就我同阿大舅咧，我一个人讲咗半个钟，唔该成个见面得45分钟嘅啫。我讲咗半个钟，佢又得个听者胡叔仔，系嘛？我就帮佢上堂啦。我话一件污两件秽，我系争在未做，讲嗰句做得老佢啊，唔怕乜大系嘛？你一件污两件秽，你派咗镬6000，呢唔镬唔争在派8000，系嘛？你还掂你最？即系最后一任个任期仲有大佬半年左右，做翻件好事，就我真系咁同佢讲噶嘛，系咪？佢净系听笑下，系睬你好傻，跟住到最后话唔派钱，系咪？即系而家你冇
你话如果你话吓我有做啲长远嘅嘢，系嘛？好似其他政党要求做啲长远嘅嘢，就唔好派钱啦。咁佢有冇做啊？佢冇啊嘛，冇咁咪要派钱啊？系咪？派钱系最实际噶啦。屌人，澳门派咗七镬啦，系咪？你派一镬，虽然派到濑屎濑尿，而家大部分人都收咗啦，系嘛？咁好 happy 系嘛？有啲老人家即系条命长啲，等得切你个六千蚊，又攞咗六千蚊啦，系嘛？都未使完，系嘛？咁你跟住再派八千俾佢，咁几好咧？系咪？唔派系嘛？所以我哋呢个礼拜咧，我哋又去游行啦。OK， 我哋呢个礼拜先搞一铺先，跟住我哋一路搞嘅。旧年三月六号打小人，今年经济继续打小人，打呢个唔家产，冇得倾。大家要帮手嗱，财政预算可以修改噶。所以咧，我哋旧年打佢嘛，打到个唔家产，打佢头，打到个头晕身庆，系嘛？跟住佢即系乱咗龙咁，跟住咪派六千蚊咯，系咪？又掟佢溪前，又打佢小人，全部都邪噶嘛？你明唔明啊？今年咧？经籍继续打小人，嗱冇旧年咁多人啦，当冇旧年嗰几千人咁多啦，打个八折都好啊，一半都好啊，系咪？所以大家记住，经籍继续打小人，然后我哋呢个礼拜咧就先搞一次游行先，就应该就系、是、即系唔会行好长嘅吓、啊，即系而家。喺度度緊就好快就公布㗎啦，不過今日都禮拜四咁，聽日就會將個詳情公布嘅。咁我哋聽日自己人民力量亦都中午有個記者會就講呢個雙非啊，即係嗰個孕婦嘅問題嘅啊。咁因為即係其實每一個政治組織呢喺呢個問題都應該有自己嘅論述同埋有個立場嘅，就唔可以捋捋嚟嘅。尤其是而家即係嗰個啊殖民地狗同蝗蟲喺度對抗緊嘅階段呢，即係更加不能夠即係沒有論述，因為呢個族群撕裂你好明顯已經出現啦。但係個責任喺邊個度呢？责任不在香港人同埋内地嘅同胞，责任在香港政府，更大嘅责任在共产党呢个极权政府，系嘛？点解要落嚟生仔啊？归根究底咩原因？落得嚟生仔嗰啲好捻有钱嘅，嗰啲双非，你知唔知？大部分佢唔需要用你嗰啲教育啊、社会福利嘅房屋嘅，佢系搞散咗你个医疗制度嘅啫。我话俾你听，所以大家唔可以将呢样嘢咧上升到就嗱，你而家可以统计下嗰啲双非婴儿喺香港长大啊，喺香港成长有几多咧？冇几多噶咋，大佬系咪？佢系有个居留权咁解噶咋，系咪？佢未必喺香港受教育噶，未必喺香港住噶，好多都啱唔啱啊？有啲可能系转个弯去咗外国住噶，你明唔明？佢不过喺度生咁解噶咋？点解要喺度生仔啊？系咪？点解而家全世界等待移民嘅人最多系中国人啊？系咪？点解外逃嘅贪官系全世界系中国排第一啊？系咪？点解系咁多嗰啲富二代屌你妈喺全世界，即系吓任何一笪，即系吓即系有人嘅地方喺度招摇过市啊，做暴发户啊？点解啊？就系对你呢个共产党冇信心啊嘛！搵水，屌你自己喺度搵，都叫啲仔走啦！习近平个女喺边度读书啊？胡锦涛个孙女喺边度读书啊？邓小平嘅孙系咪美国籍啊？大家即係好簡單問一個問題，點解呀？所以呢個雙非孕婦嘅問題其實歸根究底就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呢、這個極權政府，呢、這個流民政權一手造成嘅，然後香港政府配合。喂，你當年曾蔭權話叫人生三個㗎，吳家產我你養咩？係咪？咁就個人口政策就多多歡迎㗎嘛，而家就係叫佢哋來生仔㗎嘛，大佬呀，所以呢、這個根本就是个制度同埋个人口政策嘅问题，系嘛？你啲人话释法点释法啊？修改基本法点修改基本法啊？全部都白痴你噏咗，真系系嘛？点修改啊？喂，本地立法啦，系嘛？屌你，一系呢啲行政措施堵截佢嗰嚟闯关咯，要做咗呢啲先啊嘛，啱啱啊？即系你去到最后，你就造成即系香港人对内地同胞嗰种即系嗰种所谓仇恨。喂，这个到最后呢，我可以告诉大家，受伤的是香港人的，到最后。屌你，你啲族群冲突，跟住出现有即係流血事件，点解解放军就镇压你班扑街嘅，大条道理。係咪呀？所以大家必须要諗下，这个是一个制度嘅问题，一个政策问题，一个结构嘅问题。同嗰啲人冇关系。人嘅質素固然係有問題啦，係咪？即係喂，香港人嘅質素都有問題啦，好多。你見到呢班政客，你咪覺得香港就好撚撲街啦，真係係咪啊？好簡單，就見到呢班狗官，見到呢立法會呢啲咁嘅狗賊，你都覺得香港呢班人好撚不堪啦。講啊講，係咪？我哋都受夠啦，一樣係。但香港人叻嘅喎，你高登仔登咗個廣告之後，咁啱北京又學，上海又學喎。
大家都受夠喎，你唔好殺入嚟個上海喎，啲湖南你唔好嚟喎，湖北你唔好嚟喎，山西你唔好嚟，江西唔好嚟，北京話，你唔好嚟喎，上海佬咁話咁啊，學足香港啊，你話香港影響力幾大？休息一陣。陳偉業議員，跟住係葉劉淑儀議員。主席，我諗財政司呢份財政預算案，即係承繼著過去多年，即係香港財政司嘅傳統咧，就係、是、即係唔專業，同埋咧係刻意錯誤估計嗰個嘅收益。即係過去十年嗰個總差異咧，係已經超過5000億噶啦。咁即係話，即係香港嗰啲嘅財政司咧，即係仲呢一個嘅即係正式吹水佬同埋啲即係靠股嘅啫，即係可以錯得咁最最嚴重嗰年咧，嗰、那個嘅差誤係嗰個財政預算嘅支出嘅39%，係嘛？即係我諗，如果喺啲公司做工咧，呢啲咁嘅財政管理咧就炒緊嘅，但係香港咧就繼續位高權重，繼續咧即係升官發財。咁所以呢一個嘅做法咧，係令到呢一個錯誤估計情況之下咧，特別嗰啲無權無勢嘅小市民咧，永遠係喺呢一個嘅即係階級嘅最底層咧，永遠生活上受苦，同埋財政預算案得益嘅咧，永遠最少呢一班人。咁啊，呢一次個財政預算案亦都冇針對啊，即係呢一個嘅國家總理多次批評香港嘅深層次矛盾，不但冇改善，反為令到呢個深層次矛盾咧進一步呢個惡化，導致呢個貧窮問題加劇，導致到呢一個嘅貧富懸殊嘅問題咧，即係更加呢個惡化。呢一份預算案可以話係一個嘅專門走肉臭、路有凍死骨嘅財政預算案。有錢嗰啲咧食緊呢一個嘅東昇嗰啲咧，你就送呢一個嘅雞包翅俾佢；食緊粥水嗰啲咧，就繼續乜都冇 ，Animal 嗰啲繼續係 Animal。咁所以呢個明顯咧係一個嘅價值取向，同埋明顯係一個政治取向嘅財政預算案。哦，過去支持個曾特首嗰啲選舉嗰啲嘅，特別嗰啲大財團啊、大業主啊、功能組別嗰啲人咧，哇，個個讚揚嘅啊！你睇我哋啲功能組別議員、功能組別嘅政黨咧，全部鼓掌嘅，哇，高度讚揚呢個財政預算案。咁所以即係呢一個世界呢，特別香港呢一個社會呢，你一日冇普選呢，一日俾個小圈子操控嘅話呢，永遠係透過呢個財政預算公共理財嘅安排呢，係政治同埋呢一個嘅財政嘅利益輸送、金錢嘅利益輸送。你有10，你有100個物業嘅話呢，你就攞成個百。